该可以到机场，因为这个是长青路一段230巷，所以我只要走一个巷子就可以到，明白吗？机场有这么多人，这个庙看起来是有一段历史，应该也是算古迹吧。这种假日时间总是人潮特别多，机车难得，机车不用说，真的，传说中的热门景点五九桶，五九桶不是五桶山吗？我还真不知道，旁边是南山宫。热门的路线总是特别多人，所以要往哪个方向走？这边吧，就是这边，对。分多金的味道，远离城市的尘嚣。路线，爬坡角度大概是35度夹角。哦，坐天气也非常舒服，不会太热，也不会太冷。湿气也不会太高，大概湿气应该60到65吧。这路线其实有点像象山的那种。另外一则下坡是，那这则坡段哦，其实没有到很陡，走起来算轻松。不过它另外一条路应该是比较难走一点，所以算是一个非常适合全家一起出来走的路线。所以它有个六福一路翻发处，然后南天宫观景台，还有春秋亭。没有，我要走到春秋亭，对不对？有点登山杖还比较好走，是春秋亭啦、啊，哦，春秋亭长这样，所以看起来稍快到了，哈哈。那、啊、当然这边还有一个，民国89年呢，89年盖起，这边还有一条分支路线，看起来是，这路线不是那么好走，你下一天该怎么走？这个现在聊到，有满山满谷的山樱花，都是山樱花。哦，这是。南崁的工厂工业区啊，今天雾有蒙哎，应该是霾吧。所以瞭望台的观景不错，如果它晚上应该是蛮漂亮，是晚上的。工厂没有点灯。晚上会点灯。对，没错，对啊。象山，好多15公尺高度。是。另外有步道上来，其实你看到他大概走个30分钟，他说的，点我看到他一些樱花，可是看起来不是那么好走。如果你没有什么护膝或者是拐杖的话，或杖登山杖的话，可能有点难走。他走到哪里？哦，崇文泥地，海鲜干土地。
超有质感的厕所，你会不知道那是厕所还是什么样的休息设施。应该都是公共设施。对啊。这边生态景观还更不错，都有一些像那个蝴蝶的细密的。对啊，我觉得应该是山樱花，要不是哦，它要不是山樱花，它山樱花颜色完全不同。但你只能讲，我很多人都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从原本的这个蓝天宫，哦，走，观景台，就南凯山的位置。然后再走六福步道，我不知道你们这边有没有阿卡 OK 啊？这都是只是五九统三连步道过来，然后走到这个福德镇，然后一个松林，最后我们走到这个轮头土地公，然后我们就返回去走回来。这样消耗热量其实也不多，顶多到200大卡，顶多。这边有一个。这是幸福端在美容，应该走这个路线。福德古道，古道应该路线就是那个土路这样。哦，就是说传说中的环山步道，这是可以走回去的方向。看起来没有想象中那么好走。我看起来还好，它这路其实还不算平，这道非常陡。但可是它的猫头鹰觉得蛮特别。猫吧，不是龙猫吧？真的？对啊，这是愤怒鸟吧？这是很愤怒，看不出来。这是猫头鹰吗？猫头鹰。这个不知道能特别，这个都是各种。真的很近，跟刚才走那个土地公一样近。然后我们走看看，传说中那个看得到飞机的观景平台。今天如果是晴空万里，可以看到各个地方的景点。因为这边看不到东西，就完全就是雾茫茫一片。